何查看您的每日奖励？首先登录您的控制面板，登录后进入菜单中的每日奖励选项，点击每日奖励后，你会看到另一个名为每日奖励的选项。现在使用了选择套餐下拉列表，在这里您将能够查看所有包裹，这些可能是你的购物套餐或钱包套餐。如果您想提取或使用奖励，请前往兑换奖励部分，在菜单中，在兑换奖励部分，选择您要从中提取奖励的特定套餐，选择套餐后输入要提取的金额，您将在注册的电子邮件中收到一次性密码 OTP。要查看奖励的最新状态，请返回控制面板。现在您的奖励应该反映在奖励钱包中。